就是这四个演员当中，我应该是对他最凶的。就跟你啦，我就跟你，中文啊，不然这样，叫你们两个那个，哎，又两个啊，叫你们后面那两个出去，叫你后面那两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康仁啊，我在戏里面的角色名字叫做花拓野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呀？太娘炮了，很好笑啊！这什么太娘炮啊？你他妈的说我娘炮！花拓野在戏里面是一个蛮单纯，应该说没什么心机吧。那因为他生长的环境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淳朴的一些村民，所以他有时候会。有一些些的那种乡下人的洒劲嘛。吴康仁是我是这边里面所有的演员当中唯一合作过的，他真的让我非常的喜欢。第一个他很认真专业，然后就算他的角色很就是戏份不多，可是他还是会跟你讨论，然后他总是在第一次就诠释到我想要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棒。我对镜头对所谓的走位都其实不是很了解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聊到，其实就是导演说一句话，就是你不要担心，因为他既然会找我来，也知道我可能没有经验，他会负责告诉我。现在不会啊，对不起，喝饮料，喝饮料。可是没有拿回原来的录影带，方向还是很难还很远。就算证据不足，真相到底什么样？我讲了，到底怎么样？打死我，打死我吧！是，就现在，就算知道是谁偷走的袋子，你还不能证明你的清白。你刚刚自己在讲台词，说是心虚。心虚，我知道你一心虚，我就不要了。用这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了，我不会再 K 了。啊，对，快四点了。绿茶的鬓角都还不完了这一场。他的眼睛真的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，我觉得不光只是拓野这个角，我觉得他本人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气质，然后有点神秘，可是又有一点点。纯真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复杂的一种东西，可是你可以在他眼睛里面看到。又小仙彩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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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阿力等候，挺障碍的。我靠，绕口啊你！花田里的西施多，来过。哎呦！又一遍就屌掉了，不会，美国电影好好。没有，你又敢到不 ？OK 啦，我还要拍我们僵掉了。今天跟住你啊，今天。你有看过现场请喝饮料、喝这种提神饮料的吗？白马尼桑，还有宝丽达 B， 蛮牛，不是蛮牛，蛮牛吗？对，脱掉了。我对他评价，我觉得我非常希望他还是能够维持初衷，虽然他这样出去可能会，如果他再接演类似的戏的话，可能会被其他导演骂。就我也常常骂他，其实在现场我是对他，就是这四个演员当中我应该是对他最凶的。叫你们两个后面那个，什么两个后面那个？你后面那两个出去。两个后面那个，吓死了！不能这样。让后面那两个出去，关掉，就我跟你，把它关掉，拿300来粉。我们还是讲台语，关掉，拿300来粉。读中文讲，这样怪倒啊。叫你后边那个，你叫我，你挂桥，然后我孙红。
我就把你对。你都我来，我来对你。好啦，你要来，我来对你，你要来压我啊！中文啊，中文，我就跟你啦，我就跟你，中文啊，不然这样，叫你们两个那个，哎，又两个。啊！叫你们后面那两个出去，叫你们后面那两个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不然讲英文好了啦。啊！叫你们后面那两个出去，就我跟你，我们赌一场。你俩最一定赢啊！啊！我叫伊去学糟蹋代家人，伊家拢唔敢代，哪有可能会代人呢？啊，讲个一百万的代志，一百万是我提无唔对啦，我家我提予因啦，是予迄个华春芳迄个无，迄个歹人啦，伊予伊伫学堂内面，大家拢要甲代呢，伊哪有可能讲是阮老师人代呢？伊遐调查予清楚啦，真正阮老师无了，我叫伊讲一句哦，平仔你讲一句话啦，平仔，我对伊你嘛讲一句话，你莫咧偷看咧咧，无看我你今日讲话啦，你莫偷咧咧啦，你遐偷看我。不要内耗我，但请你放心啊，我只要你知影，我做的任何代志，拢是要保护我上重要的人，不管是痴心，还是你，我拢无希望你受伤。不要哭了啦，一定还有办法的啊！你先不要哭好不好？你们要请我做你的辩护人，只要你同意。我不需要律师，我答应见你，是因为我想知道慈心现在的情况。他被强制乐解，我有去看他，我问他案发当晚发生什么事。你为什么要跑去问他那些问题？你还觉得他不够惨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再去烦他了？我只是担心，因为慈心被花芬芳已经害得够惨了，你还跑去问他一些有的没的，那回想那些经过，你觉得他受得了吗？你放心，该问什么我有分寸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官司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打官司，我可以跟法官说你是自卫杀人或是误杀，把你减刑。你只要把事情跟我说清楚。事情很简单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你不听你自己解释，只是急着认罪，就说跟其他人没关系。你这样的态度，让我觉得这件事不单纯。